台，史阳阿布拉江二十七号台，房国明陈国忠28号台，王小倩范长兴29号台，孙鹏何文冲 TV2号台，沈申义刘超 TV1号台。请还没进场运动员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检录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您的手机调至为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手机发出声响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负一局。卫生间禁止吸烟，吸烟请去吧台旁的吸烟区。谢谢合作。
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5至16组第二场1至8组第三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十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王凯、金博凯。11号台裁判员张兴禄，运动员李贵全、徐正新。12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杨宇浩、张宏宇。13号台裁判员金炳新，运动员陈波、秦超。14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陈柏、王攀。15号台裁判员易龙，运动员李启鹏、谷雨鹏。16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宛同乐、袁显胜。17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赵瑞欣、孙龙志。19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赵宇纯、钱鹏宇。20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杜磊、金俊。21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李建明、周其轩。22号台裁判员王景一，运动员贾浩辰、孙荣泽。23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冯宇翔、窦雪。26号台裁判员刘晓婷，运动员王云、邱高峰。27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史阳、阿布拉江。28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房国明、陈国忠。29号台裁判员刘洪旭，运动员王小倩、范长兴。TV2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孙鹏、何文冲。TV1号台裁判员张千然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温馨，运动员沈申毅、刘超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嗯，